不曾相遇，会是在哪里？Hello 啊。晚上吃小馄饨简直很绝，好不好？天猫真美哦，声音小一点。音量已调到49。开心啊！今天去见了，就是最近很火的那个女明星嘛。虽然她高高在上，高攀不起。累，我跟你讲，今天真是贼累。人家是粉红狐狸，好不好？等会儿一直在发消息，我看看是谁啊。群里没事。看我的小飞象，可爱吧？可爱吧？我的小象。是妮娜贝尔是真的可爱，她是怎么说呢，我可能因为应该属于那种刚出道的新人啊，那股劲儿还在，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走起路来都很卖力，每踏下的每一个脚步她都是踩在我的心窝上的。也不能说人家是皇族吧，他有可能是葬爱的呢。今天说是六个人一起去的，但其实分成了两波，分成了以陈倩南刘贤为首的就是青春活力派，他们四个人就是看完花车排队玩项目，项目完了之后继续看花车，花车看完继续排项目，项目排完准备看烟花。还有一波呢，就是以我跟李想我们两人的联盟，两个人就别叫联盟了，两个人就叫组合吧。我俩这个组合呢，就是累了，咱们坐会儿吧，坐会儿，等他们吧。你们先去我们这儿等你们啊。主人对我说：“我要听副歌，快速刷歌吧。”完了之后，等会儿之后，我说：“你饿吗？有点饿，咱俩出去吃点东西吧。”我说：“行。”然后我们就去外面吃饭，吃完了之后，哎，我发个消息问你们在哪儿呢？他们说我们在排队。他说：“他说行，我俩看看吧。”哪个项目排队人最少，我们俩去凑一凑，好吧？然后我们俩就分开玩了几个项目，排队比较少的项目。完了之后，然后我们俩就在那个大门口边上那个台阶上就坐着玩手机等他们了。这就是我今天的迪士尼行程。和公主合影了，但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只是路过那个城堡，本来我们是去找噗噗的。然后路过城堡的时候，因为平时那个营业都是公主嘛，然后今天是个王子，你知道吗？贼帅一个王子，真的就是你想象中的那种王子，鼻子贼高的一个，感觉是一个外国人，看起来就十多岁吧，十多也不是，十六七八岁吧，十八九岁吧，很年轻很帅的一个王子。但是他是哪个王子呢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们去了主，然后去了，我这王子好帅呀、啊！然后说我们去合个照吧，然后就去我们这排队排队排队，排在我们前面的呢是我们的朱迪警官和那只叫尼克，好像是叫尼克的狐狸吧。然后我们就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他们俩是一对夫妻，
他们俩因为万圣节是可以选择就是 cos 人物动漫人物去进场的嘛，然后是一对夫妻，然后他们搁那儿就是很开，他们也挺开心的，然后问说啊你们俩好漂亮啊，好可爱啊，我说你也是啊，什么什么什么，说哎没有，其实我都40多岁了，然后我一看我震惊了，虽然说他眼角确实有那么一点点的细纹啊，但是你跟我说他40多岁，我是完全不信的，而且他的身材状态真的很好，因为要 cos Judy 嘛，然后就是穿的就是很紧身的一套衣服，很紧身，前凸后翘，精神状态包括就是身材啊什么的，根本不像40多岁，我惊呆了，我说我40多岁我也要像你这样，反正就很开心。然后我们排到一半的时候，那个王子下班了，然后就换了贝尔公主。但是你没有发现我每次去迪士尼好像都是贝尔公主，然后你稍微是有那么点难受了，因为没有见过王子，就想说就那啊，我今天本来想去跟王子同台比帅的，我已经想好 pose 了，然后王子下班了。那前面一对夫妻呢，他们也是路过看见是王子，他们觉得也好帅啊，然后就我们就进来排队了，然后我们一直在讨论说，我的鼻子怎么那么高啊，怎么怎么的，他身材就是特别长，反正特别应该外国人嘛，长得特别高，然后特别也不是特别瘦吧，反正就是身材也很好，然后长得确实很好看，确实很精致，跟个洋娃娃似的，鼻子贼高，然后我们就讨论啊，确实蛮帅的，因为人都有一颗欣赏美的心嘛，蛮帅的。然后后面然后发现那个就是营业的明星换人了嘛，换成了公主之后，前面那一对也很难过。为什么要认出我来啊？我又没天天去。你们有空的话去看一看吧，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你们能碰到运气，如果有碰到运气的话就拍个照给我看看，是王子的。没有，我没想到啊，因为我们本来还想说就是进去拍照，我就能合理的跟他拍照了，我干嘛还要去偷拍呢，对不对？然后我进去排队了，排到一半，因为他是在这个地方营业，但是我们要在这个转角这个地方排队，所以我们是看不到的，平时是我们排队的时候是看不到他的。我们排到这儿能看见的时候呢，刚这样看能看见他人的时候呢，他就下班了。反正今天就是偷拍也没偷拍照，看到了，看到马林菲森，还看到，有点胖。还看到了杰拉多尼，杰拉多尼还有可奇安。今天去晚了，按照我们去的那个时间，就别说琳娜贝尔了，琳娜贝尔的毛都看不见。没办法，开会嘛，1点多开了个会，开完会之后才去的。我们也想早一点去的呀，今天真的。我跟李想去逛完了，就是迪士尼里面的所有的商店，没有找到一个关于琳娜贝尔的周边，除了就是墙上依然还有他的一个海报，没有看见他，根本找不到。早点去也买不到的，人家都没有补货，买不到啊。你知道现在被炒成什么了吗？很贵，现在就是我看他们看刷微博嘛，就说闲鱼还是拿二手的什么二手的那些买卖的那些 APP 上面又都已经炒到1000多一只了。3000了吗？
但是那是基础款呢，基础款的话以后肯定还会有很多啊，它只是现在太缺了，没有补货而已，等过一段时间补货补多了也就不会那么贵了。确实太贵了，就很离谱，本来它的原价是没有那么贵的，但就是因为买不到啊，所有人就开始抢啊，就卷起来了。他每人每单只能买两个嘛，他就会有很多黄牛，就是拖家带口的来买。我在直播，对啊，应该要明年其他迪士尼才会有。人家是只粉红色的狐狸，谢谢。哎，怎么关了？你一来它就关了呢。我看到了。哎，按一下，球，按那个球。对。哦，高端高端。就真的很古，你知道吗？见到真狐狸了。嗯。古死了，它真的。想起了我刚出道那一年，我也这么有活力。那个时候我的上下班返图脸都要笑烂了。怎么放这么悲伤的歌？那自己放。眼睛里面还带着希望，闪着光。现在脚步虚浮，眼神无望。那我们且看两年之后，琳娜贝尔。我觉得迪士尼应该要给琳娜贝尔的那个里面的工作，就是头套里面的工作人员加钱。好像说一共有三个。对，一个九分裤。一个七裤一个七分裤。嗯，今天是七分裤，就是七分裤走起路来是这样的。南瓜服那个，嗯，是南瓜服那个吗？嗯嗯，对呀、啊、好奇怪，好像就上海迪士尼的噗噗的人气不高。不至于吧，他要也不至于是个男生吧，我觉得男生应该做不出来就是甩屁股这种动作吧。你还点两份，一个人吃两份很好。抽单三点一份馄饨他不痛。给人整无语了。看好看吗？谁呀？哎呦，好闪亮的一个象！我这个大象最可爱的，我的小飞象。人家是小飞象，咱们就大象是吧？那长得大只大象，它会蹦迪的。我还买了防晒手套。这整的也太专业了。上次刘星说我为什么不戴手套，我就下单凑单买。哇，买的几个颜色都可好看了。啊，迪士尼的扮演者的性别和玩偶的性别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女生啊。没有吧，好像他们说除了高飞之外都是女孩子。是吗？嗯，我不记得我是听谁说的，好像是老刘说的。因为高飞很高嘛。高飞本来也是个男，设定就是男生吧。对啊，但达菲也是男的呀。达菲可爱呀、啊。你不觉得他们人偶的高度其实都差不多吗？可以找一个小特，可以找一个小特扮演一下。迪士尼说就你了。
我倒是想哦，我今天看上一个职业，我觉得好酷啊，主要他的衣服好酷啊，就是花车巡游的时候站在两边的那个工作人员穿风衣的那个，就是让路让路那个，对，就是穿风衣，就是拿着对讲，拿着对讲说前面啊这边没有问题，然后穿长风衣，然后卡其色的裤子，白衬衣，我觉得哦好酷啊，主要在我旁边有一个女生，是一个女生你知道吗，长贼高贼帅，短发一个比我头发还短一个女生啊，应该是个女生，万一是个男的坐在那，不会，你相信我绝对不会是一个男生，就应该是个男生，你相信我，就是一个短发，一个身高很高一个，然后很帅很帅的一个，应该戴了口罩，我觉得应该是个女生，那看体型嘛，反正瘦瘦的高高很高瘦的一个，就很帅，真的很帅，然后当时我就爱上了这个职业。可能就是他哎，唱唱，我有去搜一下，感觉很帅的一个女保安，旁边是怀景啊，你们去看他的工作服，真的很帅，然后很飒。你怎么跟我似的，就有时候躺在床上可能八九点没事的时候一刷微刷抖音干嘛的，就会刷到人家在迪士尼直播花车。这个看什么颜色，很漂亮，我推给你看。好，而且超便宜，我买了这些才花了3000。谢谢我们茶茶的应援棒，感恩啊感恩啊茶茶，哇现在当保安可卷了，今天还有一个扛摄魂怪的一个NPC， 他冲我问可，然后当时我就给他问可回去了。谢谢王之房同学的恶魔头饰哦，我没有恶魔头饰，但是我有许飞象头饰啊，冲我急眼，对啊，我想告诉他，也不是说你会哦，我也会问可哦。他这个一份好多啊，给我吃啊。来来替你分忧解难的一下，看就这种很透的颜色，透亮，烫了，你吹一下，烫了，没事，放了，不错，可以吧？我觉得这家粉冻很好吃，这口热的，很快乐。你知道吗？嗯，我在迪士尼买了一个48块钱的汉堡套餐，那个汉堡这么薄，而且是那种应该是冷的汉堡，哦，就是加工过的那种是吧？对，速食的那种。对，然后可能在微波炉里面打了2分钟之后交给我，然后我就迪士尼的那个小镇那边，我有点跟你说的那家，现在说不太好，气死我，以后再也不去。然后完了之后，就是你把那个汉堡拿起来，底下的那个和那个纸盒是粘在一起的，你知道吧？听上去很下毒。真的很下毒。你想买了一份那个肉酱面，那肉酱面就整体看起来就跟就跟飞机餐是一模一样，真的。这个吗？这个是陈亚楠的，走之前在他那儿薅的，用一下。
好吃，但是但我们吃那个叫糯米肠，就是一根热狗，然后外面裹了一圈糯米。开吧，哦，说来不信，我今天还在迪士尼偶遇了那个我一个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有再见过的一个女孩，但是我们在有朋友圈，因为她我觉得她应该一个月三十多天，她可能有二十天就住在迪士尼了，就经常看他发迪士尼什么什么叭叭叭叭叭叭叭的，然后今天就遇上了。我想问你，对啊，就是我们会有朋友圈的呀，又不是会忘记，又不是会忘记人家长什么样，然后后面就联系上了，还约之后有时间的话就一起去迪士尼呢。我感觉他好像有门路，你知道吗？他好像知道什么时候会上新，所以我打算抱他的大腿，什么时候上新我就跟他一块去。去买粉红狐狸。嗯。我都纳了闷了，因为我感觉我和刘贤去的那次就没有，结果没想到你们今天就还没有。没有，一直没补货呢。不是代购，应该不是代购，那应该是真的，他是真爱。他毕业之后也在上海工作嘛，后面也没什么联系。他说他一直以为我在北京，吼，我说我在上海半年。看，是这种颜色。啊，这个好看呢，对吧？嗯，哎呀，很喜欢。迪士尼的实习演员工资5000啊，用爱发电啊，我觉得我可以。演什么？实习演员是演什么的？肯定不能让你进头套，对不对？没那个资格。那干嘛呢？保安。保安应该也不会让我去。你这小体格还想当保安呢？哎，我这可不是小体格。知道了，就是在每一个项目的面前，就是嗨。哦，知道，友友们，我今天跟你讲，我跟你讲，怀瑾，以后做那个小矮人矿，小矮人矿矿。小矮人矿山车的时候一定要坐最后一排，你能感受到被甩出去的那种感觉，很爽。理想坐完一圈下来发际线都后移2厘米。大家以后一定要试一下好吗？小矮人矿山车的最后一排，我好像坐过，我不记得了。我觉得可能是在外面吹风吹的，回来之后吃了一个热的东西之后，我感觉我脸整个脸在发烫。那你不要发烧了吧？应该也不会，没那么脆弱。有点烫，就整个脸有点烫，在发热。爱就一个字，外面冷吗？其实还好，那应该还好，应该不感冒。对，其实还好，就是在有阳光，阳光还挺好的，是有点吹小风而已。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忘了拍照，我跟李想去做那个极速光轮的时候，我俩都约好了。我说就是冲出去的那一瞬间，然后不是会拍照吗？然后我俩一定要这样。然后拍出来了，最后拍出来的照片呢，我是这样，理想是这样。我说理想不行啊。
还好了，其实因为一直在走嘛，你在室外的时候可能就把外套得穿上，得穿个外套，然后就室内排队的时候其实很闷。我们去拍那个什么加勒比的那个什么沉船的沉默的宝藏，对，就那个玩意儿，拍那个玩意儿的时候一进去跟你澡清澡堂子似的，那边是吧，错班，太漂亮了，真是！我跟你讲，我买了这三个颜色，你一定会有起码一到两个。这个好看哎，我喜欢这个。哇，另外两个也超好看的，哎，这个超品，这是9.9一瓶。这个色真好看，嗯，有时间我做一个。我之所以说一次，对啊。我看一下这个，你用过这个色吗？一个是酒红，一个是琥珀，琥珀是那种棕色，也非常漂亮。哇，这个好深啊！你拿的酒红吧？嗯，这个是琥珀，这个琥珀也是透透的棕色。哦、这个颜色我喜欢，涂出来是很亮的棕色。你不要涂这么多啦！我喜欢这个色，哎，是吧？嗯，很高级。我这是娘娘的，讨厌，他有没有吃一个桃桃？好了，吃饱了，我要去卸妆了。今天就直播跟你们看看我的小飞象而已，反正明天还有公演，公演完了肯定是有直播。我去卸妆了，拜拜。有点累累的，现在有点累累的。我今天走了14000多步，了不起。拜拜拜拜，等你休息。而且我是下午才去的哟，理解哟，来了，拜拜，拜拜。